在追求心想事成的道路上，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，实现梦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追求成功，而以下是一些通用的方法，或许能够帮助你实现心愿。一、制定清晰的目标和计划。二、坚持正向的思考方式。三、保持专注和决心。四、不断学习和成长。五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。六、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。七、追求平衡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八、培养自信心。九、坚持努力工作和不懈奋斗。十、把握机遇，勇于挑战。十一、培养自律和自制力。十二、培养感恩之心。十三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。十四、坚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十五、维持正向的人际关系。十六、善用时间，合理安排行程。十七、学会放松和调节心态。十八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。十九、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。二十、给自己设定具体的目标和期限。二十一、坚持每天进行自我反省与进步。二十二、不断寻找并利用新的机会。二十三、学习从失败中学习。二十四、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合作。二十五、培养耐心和毅力。二十六、善用工具和资源。二十七、珍惜时间，不浪费精力。二十八、保持冷静和理智。二十九、坚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。三十、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。三十一、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计划。三十二、坚持不懈的努力追求目标。三十三、学会设定优先顺序。三十四、善于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。三十五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。三十六、注重细节和执行力。三十七、与成功者学习经验。三十八、培养对未来的信心与期待。三十九、坚持向前迈进，不畏艰难。四十、培养与他人合作的能力。四十一、保持谦虚和学习的态度。四十二、学会接受批评和建议。四十三、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四十四、不断扩展自己的人脉圈。四十五、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正向的情绪。四十六、坚持对自己负责任。四十七、培养与人沟通的技巧。四十八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。四十九、善于利用时间，有效率地安排工作与生活。五十、坚持在困难中寻找机会。五十一、与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。五十二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五十三、保持学习的状态，不断进步。五十四、学会倾听和理解他人。五十五、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。五十六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五十七、学会寻找和创造机会。五十八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。五十九、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，永不放弃。六十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信念。六十一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，不断改进。六十二、保持正向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。六十三、学会适应变化和应对挑战。六十四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六十五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准。六十六、培养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。六十七、学会从失败中学习，不断精进自己。六十八、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。六十九、坚持追求卓越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标准。七十、培养与他人合作和沟通的能力。七十一、不断学习成长，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七十二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七十三、学习从失败中学习，不断调整改进。七十四、保持正向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。七十五、培养与他人合作和沟通的能力。七十六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准。七十七、坚持追求卓越，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七十八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信念。七十九、学习适应变化和应对挑战。八十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。八十一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八十二、学会总结经验教训，不断精进自己。八十三、保持正向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。八十四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八十五、学习从失败中学习，不断调整和改进。
86，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。87，坚持追求卓越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标准。88，学会与他人合作与沟通，共同达成目标。89，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。90，学习理解并尊重他人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91，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，不畏艰难和困难。92，学习从挫折和失败中学习教训，不断成长和进步。93，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，保持积极的心态。94，坚持追求卓越和完美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标准和要求。95，学习理解和包容他人，与他人和睦相处，共同进步。96，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不断创造价值。97，学习适应变化，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，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98，培养自己的自信和坚定信念，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，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。99，不断学习成长，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视野，保持谦逊和虚心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。100，坚持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激情，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，永不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追求。透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，我们可以朝住心想事成的目标前进。不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积极进取，就一定能实现梦想，让心中的愿望变成现实。愿这些方法能成为你实现梦想的助力，让你的生活充满光彩和成就。